看来得重新安排日程了。抱歉，请和我走一趟吧。喂，你不断的压住案件调查，是觉得自己可以一个人稳住状况吧？但要是你没有成功，把一切都搞砸了可怎么办？你能想到吗？死人，别想用这些话干扰我。但是你反应这么大，不正说明你已经被干扰了吗？哼，那就偏要说。最佳进攻时机。我本想和平解决。走开了，快点结束战斗吧，无罪吧。不要抵抗，以刚制柔，还没结束。你虽然看起来很生气，但打起来可是有手的呀。你很怕破坏这里的藏品对吧？百年之计的伟大圣旨，军队的秘术藏品，波莫菲斯百年来的秩序和传统，你很怕这些都毁掉对吧？最佳进攻时机，你要干什么？那我真要毁了这一切。铃兰团执法，无罪吧。快点结束战斗吧！安魂曲，铃兰团执法，无罪吧？势如破竹，切勿松懈。结束了，好在并没有耽误太多时间。